好，先来选美不稀奇，先微型，然后呢再来比赛才是话题。这是今年的国际先生选拔赛在台湾要举办了。那么昨天有30位的世界各地的参赛者来到台湾报道，而且呢他们还揪团要去美容诊所做进腹飞梭。那么早年选美的时候要求非常严格的，是不欢迎刺青客。现在的观念是大不同了，型男想要选美的话，动刀整形过后的人工美也是可以参赛的。